今年我带了22个品种，主要是西瓜品种。咱们北方，宁夏这一块儿，因为高温干旱，因为针对宁夏的市场，我们提供了十几个品种，有4个品种比较适合宁夏这个生产那个生态环境。这几年这儿表现非常的好。那比如说这个葡萄，这两个就是新品种，还有这个小番茄，这个绿色，这个还有这个紫色、黄色。都是新品种，这个颜色也是一个新品种。看吧，中间，我跳了。